哇，现场这么多男同胞们哈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在你们感觉到生活压力太累的时候，有没有想独自在车上抽一支烟，不想回家的？有没有？有，就是，我就是，是吧？对，现在生活的压力比较大，对吧？你也是啊，哦，竟然都有这么多哈。其实有压力，男人有压力才有动力。我就把一首《男人的眼泪》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为男人鼓掌。他跳的为什么跳的？你们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房子？他们非常抱歉，没有没有。真实的爱我，今生爱你，我不后悔。